哇，睇下你看，这太子岩的风景几强呢！大家好，我是郎祖云，分享苏坤应该客家心思，大家叫我来关心客家的事。啊，我也去个蔬菜啊，那边哦，也是屏东六堆客家文化园区，就是屏东六堆的客家文化园区。大家那有喊呐，走得哈，哎呀，全部都走出来，来大家要不要好好搞一下，欣赏一下风景？也大概有湖水，有树哎，有草地，还有表演区，还东江个蔬菜哦。不过东大松的就是哦，也他的小朋友哦，东多一到放假的时候就变懒死嘞，躲在家里面吹着冷气打天哦，搞天童，哎呀哦，对身体一唔好哦。希望大家可以出来行行看看啊，就像西汉时节的阿金古强用我们的国宝级漫画大师刘星星老师，虽然在那个年代里面没有什么物资，不过啊，他在台湾地度有东多古古怪怪的想法哦，他干嘛个嘞？看一下，大家好，我按照刘先生谢谢谢提出个香案咯，陈独秋阿金古当陈当被搞当被撩你咯，今天罗嘞今南摩嘞唔被该撩你嘞。有所以今年因啊，听我安咯，锣鼓督阿钦鼓，阵阵好钢鼓，今边咧讲乜嘅咯？讲下啲细细只搞嘅东西，该细细进来跳摆嘅声音呢是莫讲有玩具，有电动玩具哦，来打电动，来玩电脑，没有啦，莫啦，搞埋咯，哦，是善党捉你诶抓。蟋蟀，它闽南话叫亚多高，爱的黑巴人按着捉土狗哦，爱法的种土，你看，是爱买一些八戒加罗太哟，啊，你这好惨的人，个插杆呐，种水，你嘛该土狗空，几位说啊，看只空说出来。你将烟这个点呢，突就给倒啊！你将烟呐，哎，那个该管头呢，读起将。哎，我还写了一首打油诗哈：兄弟相约灌土河，土河急忙往外躲。小弟伸手等着他，眼明手快扎正走。这个土后就多走嘛，该呢？个好台阶个工艺啊，刘能不去上打啊，当时自当好看咯，可马上打仗哎呐，打难了嘞，中到铁刀，哎，打难是哎嘞，铺了些，个用板铺咯，用那瓦沙啊，用个火炭去铺，当个围到烟个多高，个土后个热个叫个棒棒铁。当个是铺，当向当好些咯。土后做种那呢，是做沙漠。热天时个啊，沙漠当到漫山黑，种类也青多哈。我还写一首打油诗哈：夏日蝉声传满山，仿如天籁响人间。何人抓他来把玩？由他唱过千万年，因为他叫的声啊，他叫的声青多种，每种啊声不同，叫莫同样的嘛。啊，这都那马鼓声，跟这电台声，哎呀，这叫呀，咿呀咿呀，那林暗，我那踢走那些，这个马鼓声嘛，好做，热天走时候，啊，种诶。每年是摸来的，还有个五二三，归叫五五，礼物书堂就等到去叫，哎呀是，谢谢谢谢谢谢谢，还有一种，你看个书呢，个当未叫，个叫清酒，热天叫到秋天，个叫有蛮叫呢，哟鸡哟，哎呀，啊生气哦，还有一种叫啊呢。
哎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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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莫讲好吃好吃好吃，哎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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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噶当回家，还有种噶善党啊，噶台心善毒就一种安尼，西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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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落水街以前清朝就安样山回家，两个人一讲噶山木也蛮重要啊。看一个上多，你看的几多？你做个几多，长又强啊！嘿，矮头白当我做个，我为上书，哎呦，抗能修一样当家，噗，我爱做多嘞。而且当然啦，唔好做多唔多，叫嘛，逐个冲冲啊！地头呢呐，装盖黏黏结结的东西，嘛开始等好，就等几天，盖压卡苗啊！亲眼亲见，个个个个跪摊呢哈，哎，个什么个树档呢？你村个个眼嘛，其实眼多就是走心的嘞，什么的做多嘞。奉劝大家，什么是莫去捉鸡，莫杀生，留着在让他在山上唱歌。什么大家？唔管啊，还做个土狗诶，也还做什么呀？要生气后搞个事情，总是少不了阿 Kim 姑啊，他就是这么古灵精怪。因为丰富的童年，也使得他的画作丰富有趣，而且可以永久流传。永远共过一句话，就是呢，传统的他必定曾经新潮过，而新潮的却未必能成为传统。姑所要成为传统啊，得要是非常经典的。那如何平衡传统跟新潮之间呢？请为老太太介绍一个什么耶？林玉婷在一片的哈日哈韩的风潮当中，她坚持自己是客家人，保守这样的传统，却创新了非常新潮的歌曲。她的故事又怎么样呢？唐一哈，几个故事。因为此时听了阿公阿婆状态，因此讲得一口流利又好听的客家话。新闻的毕业的伊对表演有浓厚的兴趣，故说才可以实现，也是学习表演老肢体动作。目前除了客家歌曲创作之外，出国跟他狂接到演戏、配音、主持，一直不断有新的尝试老突破。是一位才华洋溢的后生人。社会啦，各当代企业啦，对咧偏乡地区都有爱心，所以也就会好像平常是咩人，本土家的青岛，就收获很多。所以希望本地的有一家当。玉婷不但是音乐创作人、演唱人，目前也担任客家广播电台的主持人，同时在一度台庆场合主持节目。你聊聊多元化的尝试、老发展，和意外的让林玉婷对客家文化有了更多的认识、老兴趣，甚至希望用无穷样的国土将客家文化介绍出去，让更多老气穷样的后生人做得接受。因为我自己在这个台北长大啊，所以我涉猎这种客家文化的东西真的很浅，所以在做这个客家节目的时候，其实我有时候是很仰赖 Rita 的，她反而知道的比我还多。可能是她从大学时期，我听她讲过，她从大学时期就开始有接触这个演艺事业，她已经开始在从事了。然后再加上可能因为这个，她从客家歌曲这样出，就是说出发吧。或许我觉得他对这个客家文化好像有那么一点点的使命感，他想从这样的一个角度里面去走出属于他自己的这个演艺事业吧。我觉得做客家音乐这个是我当初真的没有想到的，因为当初其实我有其他很多的机会，我有机会做可能大家现在听的流行的国语音乐，
可能大家所谓的主流市场吧。那我在山口大后生里面，我们其实有唱不同语种的音乐，但是专门做于投入在客家音乐，是因为我们觉得这是我们本身最贴近跟自然的东西。结束现役的工作，玉田接着又来到了山口泰后生乐团的团练室，继续乐团新歌发表会的练习。虽然黏黏的行程看似非常辛苦，但是对玉田来讲，这却是他演艺当中最开心的时刻。那从小其实就很爱唱歌啊，然后其实我小时候还有一个那种，我们小时候看电视嘛，看着电视上的歌手，我就会说哇，我以后也要当歌手，我以后也要当明星，我要唱歌。对，一直到现在我回想起来，哎，其实我在实现我的梦想。那是有一群同好乡下，就在的激荡出一道的火花。玉田目前也担任山口泰后生乐团的团长，这支团队演唱的语言相当多元，包括国语、台语、汉语等，所演唱的曲目全部是自家创作的歌曲。他们都唱出了对这片土地的关怀和热情，也积极地参与宜都的工业发展，在他们的摇滚曲调当中唱出了一群后生人对台湾深切的关怀。其实是一个族群融合非常成熟的地方，完全不需要讲你是什么什么人，你是什么族群，至少不需要常常讲强调这个事情，对不对？很多事情自然它就是融合在一起，生活如此，说话的时候可能是这样，表达在艺术上也应该是这样。所以慢慢的我在第四章就是有点这个概念，就是希望能够把不同的语言纳入在一个歌曲当中，甚至就是一张专辑当中，对，让它回归到所谓真正的融合的状态。1996年开始，客家新音乐运动真正展开，客家音乐人才辈出，客家流行歌曲奠定了时代的脚步，其片曲风多元，创新元素，而扭转一般人对客家歌传统歌词的印象。对于这道喜欢音乐的后生人来讲，赚钱并不是他们道的首要目的，他们道在意的是做不做得将他们道从音乐当中所获得的热情继续传递下去。大家想听歌了吗？想。好，第一首歌曲叫做《给我一个爱你的理由》，本来一只爱唔给理由。我们今天呢非常贴心的为大家准备了我们的字幕，所以大家可以边欣赏音乐边有字幕，然后呢也可以学学客家话。它灵感的来源就是生活经验的累积，每一首歌它背后都有它的故事。不过我一直在做音乐里面，我一直有个初衷，就是我当初为什么想要做音乐，除了我很爱音乐，我喜欢唱歌之外，我一直觉得音乐是非常有感染力的东西，我很希望我的音乐是有爱有温暖，能够带给人一些什么东西，而且是正面的影响。
趣的名称，其实是严志芬老师三九台乐团的研究，喊做三九台后生乐团。可是人员安迪都看到了一批后生的，愿意用吉利流的音乐来换为两张披出吉利流状态的家园，愿意为台湾倾吉利流的心力。在平人的眼中，或许只是众多乐团的其中之一，但是对于壮一辈的客家乡亲歌迷来讲，三九台后生代表的却是另一种客家文化的传承老创新。其实在这个所谓的全球化啦，或者说流行单一化的这种环境当中，其实要怎么样找到你自己是很重要的。如果你有很清楚你自己的角色，你自己看得很清楚的时候，其实你不需要随波逐流，而且你反而在这样的潮流当中，你很容易被看到，你很容易你有更大的空间可以表达你自己。接下来这首歌要借大家的手，那个等一下，如果我们唱到那个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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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要跟着一起唱哦，要练习一次吗？练习一次，我先唱好了。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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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三，手你们。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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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再次哦，我先好。啦啦啦。其实玉萍的创作，就是他的风格以及他的表达的方法，其实也不太同于我们现在其他同年龄的这些客家歌手。这个我想就是说，其实应该是他的关注的领域比较宽广的关系，所以玉萍在这一方面，他在表达他的创作的时候，其实他只是用客家语言，可是他表达的内涵呢，他其实跟他的生活是非常贴近的，我们每天的生活。在苗栗发坛头版创业的两只石腿，台湾唱片市场不断的萎缩，音乐进入逆历史推，用母语写歌的客家音乐人，爱比平常人更加有热情、老坚持，争取的将客家流行音乐的尘土带向新的世界。你俩都后生人，一直都用生命力展现出客家朋友跨越时代，而且丰富多元的特质，也为传承客家音乐开启了新的方向。客家新生代歌手林玉婷，人长得甜美，歌也唱得好，从她身上感受到她的才华洋溢，同时也感觉到她独有 Hell Sangin 的活力。而且林玉婷深以当作一个客家人为骄傲，她不断地用她优美的歌声向世人宣告，告诉大家爱是客家人。呀哈，强太高，胸哈来堂，这两首诗歌是敬畏上主，以及全世界都要向主赞美。唐豆跟梁素的诗歌全部都是一个人创作的，这也是大家所熟悉的客家生乐团的指挥也是作曲家陈建忠老师的作品。先生，你用暗 voice 哦，梁素跟素歌都是您创作的，所以先来聊一下您这个创作，比方说词的部分，它的这个由来为何？好，这两首诗歌刚好都是
我同一年写的，就是2008年创作的，那 也都是根据圣经里面的几段经文，然后把它编写成新的词。是，所以这两首呢，对于这个基督徒来讲，是一个也是灵修的一个好的材料啊。是，老师每次选择这个词啊，都从圣经的章节里面选，也都是最重要的，但是却又都最平易近人的一些道理在里面。是，那可是我们听到的是两首歌，它的异同又在哪里？两首歌大家可以听出来都是很活泼的，但是不同的是它，因为它的我选择的经文不同嘛，对，比如说第一首金威松主哈，这个是属于教导的诗歌，因为在教会里面这个圣歌里面、有很多类别，那有一些是来教导基督徒应该怎么做，行为规范，对对、第二首呢是纯粹是敬拜赞美的诗歌，感恩有感恩而来的敬拜赞美、所以两首都是很轻快悦耳的歌，是，但是在配器上呢也都是采用这个中西混合的乐器，那里面也比如说也大家可以听得到有笛子啦，有弹拨的乐器啦，是，还有一些饶把，那还有一些鼓，因为饶把跟鼓就是创造节奏感，对对，就很欢乐。像我第二首那首诗歌，是我在印尼开这个客家福音行动会议的筹备会的时候，在旅馆里面，就写了这首诗歌，所以又有一点点这种感觉是，到异国的风情，但是又是旋律还是中国的。是，老师真的是一个在生活当中不断在取材，而且也不断的呢感受到上主的圣灵，然后给我们很多好听的诗歌的人。不是哦，懂感恰影，呀哈，就抢太高 Q 哈来谈我们老师的两首创作。Sure.
这两首诗歌非常的轻快，是不是你听完了心情也跟着愉悦了起来呢？根本乐公司老太太讲的就是，不管呢你是什么样形式的音乐，新潮的或是加一些传统意味的，只要这些曲子能够让你听了觉得心情非常的愉悦，当然我们也非常的欢迎所有的朋友可以加入我们诗歌的行列，太太听来唱客家的诗歌，保证让你心情愉快。谢谢所有朋友今天的收看，客家心思下礼拜再看到你来关心客家的事，再见喽。